力大迷思，范玮琪，谢娜，庾澄庆。我这个人有始有终啊，有头有尾，中间就可以不要了，不要你了。歌手啊，歌手，好不好？啊，得了了。哎呦哎呦，等一下，抛的领子，抛的领子。一言轻许，你热情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跟浩明打个招呼哈，浩明你好。哈林老师你好，你好你好。说到主持给离星期天，我的感触应该最深，因为在我们三个人里面，应该是我是最不会表达、最不爱说话。给你星期天周末的晚上，给你星期天周末的晚上。天周末的晚上，给你星期天的晚上，给你星期天的释放，给你星期天的登场，给你星期天的晚上，给你星期天的释放，给你星期天的登场。伟奇，谢娜，庾澄庆。都别管他，快乐要带回家，让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跟着给力。只要给力，要生气你可以，想打游戏秘密武器，每个星期天都给力，每个小梦想都给力，这让你的每一天都从此够给力。给你星期天的晚上，给你星期天的释放，给你星期天的登场。和青春天娱共同打造的全球偶像艺能榜样互动秀《京都列森给力星期天》Power。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翰。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大家好，我是朱子骁，我们是给力小分。OK， 那本节目呢是由芒果 TV 和青春天娱的官方网站同步网络直播。想要了解更多本节目的新资讯呢，请登录湖南卫视新媒体精英网和青春天娱的官网。是的，那么非常的开心，在本周六的晚上，大家观看我们本季最后一期的《给力星期天》。是。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不得不介绍一位我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老的一位朋友啊，他就是我的老了老大哥庾澄庆大哥，又回来了，阿林哥。有中啊，有头有尾，中间就可以不要了，不要你了。中间，哈林大哥一直在默默的观察我们的成长。其实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开始几期是哈林大哥带我们几位新人对入这个圈子，然后呢，
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那现在然后给我们一段机会，让我们来自己来实践。对，说老实话，这么客套、这么假的一段话，这么假吗？后面还有残酷的呢，对吧？等一下，我还有一句假的，我很想你。哎呀，好了，你讲吧。好假，我说真的，对那个一开始啊，要好好的学习，可是真正的要成长。就是自己要放出去，是的，放养，就放养，别回来了，你知道吗？自由飞翔。我早来，你们就早成长了，因为你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才能让你们真正的。你可以造成一个环境非常的恶劣。对，这个就是娜娜姐的功力。是的，那么要介绍下一位，还没有介绍就先说话的，马栏山的酷姐，最时尚的谢娜小姐。娜姐，娜姐。介绍以后自己才说话的是吗？你有差吗？你反正介不介绍你都会说话。娜姐是这样，但是娜姐来了就不一样了。好，欢迎娜姐。娜姐，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可就厉害了。啊？为什么？大家好。没有。这个长相啊，长相让你说不出口啊。长相跟歌声同样甜美的范范范玮琪小姐。给力星期天，范范喜气太强了，是不是每个人啊？谢谢了，满脸洋溢着这个幸福的笑容，对，因为双喜啊！因为什么？因为范范姐双喜临门，因为今这个快啊，已经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另外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做出啊，已经做出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对啊，我们大家一起唱起来。是我最重要的决定。哇！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怎么会唱呢？难道那也很过瘾？娜姐，你的主打曲，你的主打曲不是那首吗？回家的诱惑。让我去撞上。分不清爱与痛，架势不错，结果是怎样？期待的陪着娜姐个人演唱会，放任所有很执着，一分不清爱。所以哈林哥他们没接上，他们没接上，有眼力，有啊，有啊，而且娜姐眼泪在眼里。娜姐，唤起大家的个人演唱会暂告一段落啊！娜姐，人家说话。娜姐，我不得不说你真的很欢欣哎，欢欣是吗？因为当下最欢欣的歌，你都能欢欣出来。对呀、啊，因为我穿件欢欣的衣服，当然欢欣。可是娜姐，欢欣界的女强人，对不对？娜姐，还有一件欢欣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告诉大家？啊、你得沾沾范玮琪的喜气。对啊，你那姐也有欢喜的事啊。是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事情给定了？啊，我知道。哎呀，结婚跳过了，生子，生子。结婚，结婚，对的，我们都结了。谁不会喊呀、啊？娜姐不能跑题，不能跑题，把这事回答了。好了，我帮娜姐解围了。我们真的要为那个，为那个。娜姐刚要说，你就帮她解围。娜姐，因为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点，你解什么围？她还嫌你呢，真是。是，这样最好了，这样最乖了啊！朱子骁，你给我出去！把所有问题抛。好了，其实说到这个好音乐啊，今天范范为我们带来了给力的大礼物。对对对。哎呦，好啦，哎，我跟你讲，娜姐真不错，这个是新歌啊，都会唱，对呀、啊，台下的都会啊。怎么样？谢谢。我跟你讲，我最开心的，我录给了秀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录了就是每一期嘉宾都送我一张专辑，然后我就让我的音乐大有长进，而且我们家那个音乐 CD 柜啊也慢慢的满起来了。哎，你不是都是听盗版？但是我听到，他已经塞满了盗版的。我觉得啊，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音乐有唯一，真的，从我买第一辆车开始，范范的那个 CD。到现在没换车，碟从来没有换过。你知道为什么？真的吗？CD 卡住了，CD 拿不下来，气呀！他就给那么巧的。对，我那天把我的一张专辑放到何老师的车里面，然后拿了一个那个透明胶把它给胶住了。何老师想拿都拿不出来。好了，Love and 什么？Love and 范范，范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范范姐的新专辑。爱会闪闪发亮，好幸福。
哎，刚才哈林大哥，你讲，你刚才讲说你来了这里，你肯定了我们。对呀、啊、对呀、啊，我在视频上看你们、嗯，我知道你们这个表现越来越好，这是肯定的。可是那个是有剪接过的，对对对、哦，很多现场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主要是导演组剪的好。我现在就要来观察一下，到底是你们的表现真的好还是剪的好？都好都好，兄弟们。所以说今天哈林哥就这三位不仅仅是嘉宾，没错，考官对没错。今天我就带两位陪考官来，好，他们两个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先问你们，你们做节目过程当中啊，一季了，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嘉宾最难搞？最难搞的，就是不讲话的。哦，不讲话的，还有话太多的，话太多的，看着听着我做咩嘢？你讲的还听不懂，你讲什么湖南话？真的还听不懂，又不客家又不湖南，你讲的什么？广东。好台你做咩嘢啊？就这两种人最难搞。对，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这两种人。对，娜姐要扮演不讲话的。那怎么行了？他都不能不讲话，头落地了还在讲。我演是不是？他适合演不讲话。哦，我演不讲话，好不好？我们就让他演一个这个歌手。好。然后转型演员，刚刚得奖，哇，那可气质高昂啊！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位不食人间烟火，歌手转型演员，得到国际影展肯定的影后。范范范玮琪，欢迎欢迎范玮琪来到我们的给力星期天。范姐请，中间请，中间请，来来来，范姐、哎、范范好漂亮啊，哇，真的今天的头发 哇衣服好美，真的我觉得范范今天穿的真的是跟我们是黑白配啊，对不 对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是啊，哦，好特别啊！好，我们继续访问。范、姐，你今天这哦，不是，你最近得了这个某这个影展的，头发是要补妆吗？是这样，得了某影展的这个最佳女主角，对不对？然后现在有什么感觉呢？他说还想拿到第二个大奖。他说最近要结婚了。那个范姐新郎是，他说是头发，不好意思啊，我们精神病患走错棚了，难不难搞？其实我觉得，其实不讲话不难，就是一定要惜字如金，哦，就是一个字啊，两个字啊，三个字啊，哇，这样，对对对，好了，这个不讲话的难应付，讲话的你们也不好受啊，他演的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国际级的歌手，歌手啊，歌手，好不好？啊，得了了，皮蛋娜娜，这是英文吗？对，什么意思？那个就是怎么得了了？啊，得了了，不得了，要为各位介绍了哈。好，为各位介绍，享誉国际，只要有他就热闹，有他就欢庆，人称。马兰山波姐，谢娜小姐，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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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开心吗？开心！哎，坐到后面那个朋友，幸运你从美国赶来支持我。谢娜小姐，听说您刚刚得了那个歌来丑的最佳，对对对，歌来丑，哎呀，我觉得这个奖，你要问我心里感受吗？我觉得心里特别的开心。哎，你要问我是不是跟你穿的黑白配吗？我说是。哎，各位朋友，我想分享一下我得奖的心得。哦，就是我这次在国际上拿到这个奖，我觉得不是我的荣誉，是我跨出的一小步，但却是我们马兰山跨出的一大步，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我相信，就说对对对，你想我说在领奖的时候说了什么话是吗？我就在那个国际的领奖舞台上说了一句哦，得了。其实我知道，你在背后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我的背后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我背后的这三位主持人，没有他们的一个比较，就怎么比得出我？回来吃药了，回来吃药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走过的那一位呢？不好意思，病患，病患。领奖呢？病患，病患。是不是我？那我的药呢？回来吃药了吧你？这个比较不容易。这没有机会，主持人不用讲，一点空隙都不给你们的，严丝合缝的。就让我演的，哎，我而且让我演的这个啊，是演的吗？
不是我自己啊，是你本性。是错，你看刚才我在整个这个做嘉宾的同时，我第一自己很低调，穿的黑色，我从来没有做节目穿黑色。你把自己的牌子都穿出来了。虽然衣服很低调，但是 logo 很高调，高调的不得了啊。第二，我就是少说话，说特别少，平均一分钟只说两句话。一分钟说两句话，每句话都差不多有30秒。好像挺好的。好了，接下来这是第一关嘛，是接下来咱们还要怎么来比一下呢？我觉得刚才那个环节嘛，就是非常给力。你们是主人呐，对不对？对啊，作为一个主持人，必须好像顺流程。流程这个时候就该到广告了，所以你赶快说一下那个关于微博的。对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给力心情想和我们给力小子分享的话呢，就请发送您的给力心情到10669588207，同时呢可以抢得幸运编码2011，抢到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当期嘉宾送得的签名 CD 或者是可时尚立可拍啦。如果还不明白，请看 VCR。 刚刚来三位嘉宾，然后也是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节课。对，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是相互的。我们也要看老师跟这个老百姓互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是说看看我们有什么玩意儿了，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嘉宾都很特别，对，这都是主持人，是主持人啊，分开的，就是很强的主持人，这是我们的前辈。所以今天这大家都说最难的就是跟来的嘉宾互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来的是哪些嘉宾，或者他们会表演什么才艺。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不一样的嘉宾，是的，就请出来让咱们瞧瞧吧。好，好，所以。今天我们来先开个头，好不好？是的，那我们给力小子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个表演，对，皮影戏。最好的就是小猪，他离地3公分，很近。我跑得跳不起来。他说你因为体重跳不起来。哈林哥，你知道吗？很欢喜呢，欢喜。真的，都很欢喜。你知道那个我们原来这个俏西阿姨来过一次，我们给的新鲜。是，而且这些阿姨呢，她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对不对？让我们给现场的观众们和主持人们献丑了，表演一下。哪里哪里？献丑吧，欣赏一下。来。看吧，看吧，简单的我都会。
哎呦哎呦劈腿，哎呦我的妈，劈腿，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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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简单了，我的妈呀，我太难了，我这辈子也做不到啊。你要尝试吗，小猪？我你不动就算了，你一动我就看到你。对啊，你这明显就是想要尝试。哎，啊，那我就展一下这个举腿，好吧？好。劈裆。怎么那么好笑啊？哎，他怎么那么好笑？因为他是这样那一半，但是他感觉还有定数。但是你袜子有加到分啊。对呀、啊，好袜子就是个袜子，白袜子。我现在只能祈求，如果阿姨你还有绝技的话，就简单一点。我真的受不了。阿姨再来一个，因为刚刚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是吧？对，太简单的了。最简单的，嗯，我有点不想最简单的。哎，我怀疑劈叉来了。哎呦，完了完了，真的劈叉！哇哇哦！哦哦，小猪他不服，这不服，小猪他可不服了，他已经跑掉了。哎，小猪你下班了，厉害了，快小猪，我这边小猪不服，厉害，我就不服了这次。对，小猪来，你来这个，你来这个就行。哎呀，你看他的当场看起来就像不看了。好了，这个是对腿盘起来，半劈半劈。这个是经典来了，经典来了。来来来，各位翻完以后，白衣服变黑衣服。对呀、啊，这是应该走。哎，他怎么什么都做半套？抬腿抬半套。其实我本来以为怎么样？怎么样？绝对就是大哥，我觉得这样，大哥，哎。刚才这嘉宾是我们请来的、嗯、对，也是跟我们合作的，是、嗯、我们已经觉得够丢脸了，是不是？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我们够给力，什么够丢脸，我们现场这些阿姨够丢脸、啊、他们是我们湖南卫视的忠实粉丝，对不对、哎、他们会24小时锁定湖南卫视、哦、是不是阿姨？刚说这个湖南卫视吧，他各个栏目他都精彩，今天看了那个，明天想看那个，尤其是这个诱惑，诱惑，他缩写。阿姨，阿姨，你一般你到了哪个节目，你照理说是应该说这个节目好。对对对。你从打心底有觉得那个嗯给力比诱惑好吗？你说给力吧，有给力的优点。你说快乐大本营吧，有快乐大本营的特色。哇。你说这个诱惑吧，大伙也想看，所以说呀，这个频道他都不想换了。哎，不是我这个做惯这个音乐最给力啊，嗯，我老想考人家，他们这个皮音舞啊，嗯，你们是什么音乐都能搭吗？这个皮音舞啊、哎，也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舞蹈里的一种。哦。因为它的皮音舞表现的是在屏幕上，嗯，它可以表现出千军万马在打仗。千军万马。它也可以表现出孙悟空。翻天入海，孙悟空。所以说呢，你要是给个音乐，那不就能配合跳试试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什么都皮影舞是万能的，对不对？考他，怎么办？考一些岗。那我来个节奏强一点的，热情的沙漠，你看怎么样？好，好不好？一起来热情一下。Are you ready？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会阻止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少一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新帝国。阿姨弹性比你还好啊，太厉害了，离地少说有3尺高啊。我觉得我还要考一个，阿姨们你们不是喜欢看诱惑吗，是吧，诱惑诱惑，我就考一个那个真的是那首啊诱惑的主题曲好不好，真的能跳吗，要是跳出那种诱惑的感觉行不行，试试吧试试吧试试吧，阿姨还要跳出诱惑的感觉哦，哇行，那我们待会儿看看有诱惑有诱惑的，好吧，好来来来，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为恨不起来与恨，是否就这样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我的心破碎疯狂，伤的大小别无法停止，无法原谅，这种这样有诱惑的感觉，我是这么我跟我想象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阿姨在排这个舞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快慢结合，你要示范一下吗，啊你给我这干嘛，我有了我也有2只，好了吧，踩到地雷了，来我就是跳两个小小动作好不好，阿姨其实我们学着为所有爱执着，为所有恨执着，哇这个太棒了，你不起来了，这有诱惑的歌吗，很快，娜姐放得开，对啊，娜姐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嗯，哪里有快慢结合，不是我是加点这种，加点这种快的，啊，快慢结合，哦，要有快的，再加上慢的，对，对，对，有阿姨在，我们让他们多表现。好，对对对。还有什么能够跟这些时尚结合的？阿姨，他们还会跳舞，用一些道具。嗯，那你们最钟爱的是大葱，听说对不对？买菜也能跳舞，所以接下来这个舞蹈是大葱舞啊，第一次听。这个是最震撼的，对，我觉得我们第一个环节给力小的和阿姨很融洽的在表演，对，然后特别感谢我们几位阿姨，对，谢谢你们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给力新纪念，好，谢谢谢谢谢谢，祝阿姨们永远年轻健康，谢谢阿姨，多吃葱，谢谢阿姨，多吃葱身体好，怎么样范大哥，说老实话你们刚才跟阿姨那个一起表演那个结合还真不错，皮影戏，所以现在换我就猜到你会说好，对不对，嗯，他干得很乐，就只有你跳得不够高，这样林哥你讲了我们这么多，你来，我来一个比较特别一点，我从那个遥远的地方啊，请来了一组小朋友，哦，他们这个虽然年纪很轻，可是他们的歌声已经传遍世界，而且这个歌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尤其是这个主唱啊，已经在天堂的妈妈，所以其实是一段非常动人的表演，我们大家把这个心情稍微调整一下，好，来，我欢迎从内蒙古来的巴尔虎儿童合唱团，还有他们的主唱乌达木小朋友，有请。
少，星星太闪亮，梦中妈妈的脸在为我牵挂，为我向苍天祈福祝愿，我在遥望远方的天边，亲爱的妈妈，他的歌声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嗯、这个就是内蒙古来的巴尔虎儿童合唱团，哎哥你没来的时候他们也来过了、啊、他们也来过了，所以你错过了我们好多故事、啊、哇、啊、他们的歌声真的就像他们来的地方一样这么辽阔，好像天上传来的声音一样，天籁一般感人。因为我们上次这位小朋友没有来、嗯、我想让他做点自我介绍、啊、上次他没有来、嗯、对对 对, 对、啊、小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我叫乌达木，今年11岁。11岁？对。在念小学是吗？对，小学生。啊？嗯。小学生，小学生很可爱。这首歌曲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首歌是那个，就是表达那个母亲的思念吧。对母亲的思念。对。啊，这个因为乌达木小朋友，嗯、他的父母亲啊。都已经离他远去了，嗯，所以这首歌应该是表达出他内心一个小小的希望。因为导演组跟我们讲过他的故事嘛，嗯，就他虽然就是原来的爸爸妈妈不在了，但是他现在依然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哦，我想这个东西也能够让他在生活里面或者成长得到很多的快乐，对，对不对？很喜欢唱歌，对，哦。我们对内蒙古其实不是太了解，反正我不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他们会给就是宾客会献上哈达，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那还不赶快，我很希望得到祝福。对，应该怎么样？献完哈达是要轻喝酒是吧？谢谢你乌达木小朋友。嗯，那他们也有哈达，是要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吗？小朋友给我送。哎、小朋友你给我送好不好？小朋友、哎、张翰你不理他。谢谢，张翰也不是不理他，实在是没发现，我是没看见，太小了这个，因为我跟他说、哎、小朋友你把你哈达送给我好不好，然后他就冲张翰，他一心想送给张翰。哎，是这个最小的这个几岁了、嗯、这个几岁？5岁。知道哈林哥，就是每个今天来的小朋友啊，嗯，也都是像那个敲阿姨一样，嗯、也有自己绝活、嗯哦，有的会唱那个长调啊、嗯，有的会那个蒙古摔跤啊，哎呦，然后每个人都有绝活，我们要不要小朋友每个人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先来个长调，对不对？好，哪一位要表演长调呢？你这头发在哪儿做、啊？开始。
为就是长调是比谁能唱的时间长。嗯，您对音乐的了解还真是有见识啊。哦，哎，这个蒙古长调，就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有内容吗？这个内容呢，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会唱不一定知道。反正就是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对不对？这长调，我想可能描述的就是大草原的事情。哎，有那种宽阔的感觉，对不对？刚刚第一个就是蒙古的长调，嗯，接下来是鄂温克的民歌，哪一位是鄂温克的？对不对？啊，这位，那我们问他，应该比较清楚一点嘛，对不对？来，这麦克风给他。鄂温克也是大草原的民族，那鄂温克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口？上百个，所以现在人不是人口不是很多了哈，200，我们可能很少有机会，200多啊，我们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嗯，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个鄂温克的民歌。是你来唱鄂温克民歌吗？他是鄂温克人，所以他唱。好，来有请，来好。好听。鄂温克民族的那个服饰啊，和蒙古族的可能有一点不同。你看，蒙古族的小朋友他那个衣服是真丝的，鄂温克民族是纯棉的。你可以就肉眼看得出来。这个歌你晓得内容吗？赞美我们鄂温克和人民河啊，哦，鄂温克的一条河对他的赞美。哦。哈林哥，你知道上次那个他们来的时候有个小胖叫奥城，对不对？对，特别可爱。你知道他就表演的就是蒙古的摔跤，而且朱子骁摔不过他，一个小朋友。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蒙古这个大家熟悉的摔跤？今天谁来摔？有谁来摔？啊，小朋友。哎，他这个一脸就很厉害的，这个。这样。上一次是小猪挑战，对不对？这次不是我，这次交给我来。好，哎，怎么样？真的？你见到这个小的你不理，你见到这个小朋友你就来了，欺软怕硬，伤害你，对不对？小朋友，你知道你今天要来干嘛吗？摔跤，他知道。小朋友不爱说话，他就知道要摔跤。你这就是不讲话的嘉宾。你觉得你能摔倒他吗？能摔倒他吗？能呐。哎，我们先来看看他们说有这个标准的摔跤的动作。我特别担心他就是现在就这样装萌。小朋友，一开始小朋友，你给爷爷给你一点颜色瞧瞧。你给老爷爷表演一个就是摔跤的标准。老爷爷，他是我爸。你们不要自相残杀。小朋友看得我好害怕。好，预备，预备，开始。哎呦。哇！哈哈，要硬要把根，哎呀！哇！你好厉害哦！你其实不想被他摔倒，你好厉害哦！对呀。可是好像没办法，他被他摔倒了。把人摔倒了以后又跟没事人一样，站在这儿装萌。刚刚前摔的时候很凶，一摔完他就。哈哈哈哈哈！高手都是这样，高手都是这样，他深藏不露。他摔的。哈哈哈哈好了，张翰，来试一下。你啊，张翰，你知道他厉害了。两个人要从两边跑过来，对不对？张翰，我跟你说。好，又来了，看。预备，开始。哎呦。是啊。哎，等一下。抛的领子，抛的领子，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脸，好凶啊！哎呀！小朋友，小朋友，马上恢复你的姿态，恢复。好，谢谢小朋友。好了，谢谢啊！我觉得刚才太那个。我想知道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乐格。
乌勒格。好、哦，刚才都是个人秀，是对。现在好像是有个团体的表演，好像我听说内蒙古除了会唱还会跳。嗯，当然能歌善舞的没有看到他们跳舞，是啊、对不对？是啊、所以，小朋友要给我们带来一段草原舞蹈秀，舞蹈对不对？嗯，哦、对。好，好，我那个现在就抛砖引玉啊，我刚才跳那段啊，连砖都不算。嗯，大家一起来欣赏草原蒙古舞蹈秀。草原蒙古舞蹈秀。看到这个内蒙古欢愉的一面了、哎，也让我们从这个巴尔虎儿童合唱团里了解到内蒙古小朋友的生活啦。奔放热爱，这就是我为各位介绍的巴尔虎儿童合唱团，谢谢你们，谢谢，拜拜。刚才有没有发现给力大哥也很给力啊？啊是，跟嘉宾互动的很到位，还要再靠近啊，都快叠在一起了，啊。那这样哎，那还是下一段，是下一段真的。哎，小猪这一集力量很大，对，下一段该谁了啊？哎，娜你给点力嘛你。对，下一个就是由我来了。哦、yeah. 对，大家都知道我在魔术界是有一定造纸的，有一定造纸。造纸是吧？对，造纸。造纸什么时候改成纸了？所以就是我自己也私底下学了很多的魔术。那这个这次再给力星期天呢，给大家现场。现场先端几个小的给我们看看。行啊。那个借个这个吧。好。都是汗呢。是你呢？一根手指。经过这哈达的一盖加持之后。变成你知道的太多手枪我是该笑还是该怕真的是待会儿在下面一个这个因为我都是跟国际接轨的嘛所以跟在国际上经常演出的一个节目那平常我做主持之外都是去国际上一些魔术演出接下来也会给大家带上待会儿就是大家真正看到表演的那个魔术师其实他不是真正的魔术师真正的使用魔力的是我京都念慈庵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没有我们是这个副职辈的你别讲了到时候他说我背影挺迷人的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那平常我做主持之外都是去国际上一些魔术演出接下来也会给大家带上待会儿就是大家真正看到表演的那个魔术师其实他不是真正的魔术师真正的使用魔力的是我他其实是你的助手对不对好想看哦连我都不信啊是不是咱们就等着瞧吧好拭目以待魔术秀
I am Liban. I come from Spain. Now I want to do some beautiful accent for all this lovely audience. Okay? Look.给力星期天，哎，我们真的魔术师来了，真的魔术师来了，天哪，小姐，谢谢你，谢谢，谢谢你配合我的魔术，哎呀呀呀，耶耶耶，过的，又过的，又过，接下来一种惊心动魄，叫做断头台，真的，因为我们大家刚才投了票，都想灭掉一个人，就是小猪。Something very very nice, but I need one volunteer of you, one volunteer. One volunteer. 你觉得小猪们不服？小猪 game over. One volunteer 是志愿者，我不是志愿的，我是被你们选出来的，好，所以我该怎么办 ？So what does he do? Okay, okay, you know cook, something of cook. 你会哭吗？Because I have one amazing machine for help you on the kitchen. And now I show you my machine for all of you, okay? Okay. 哇，好紧张哦！来来来，秀他的技术。果然就是 magic. Now I show you my machine for all of you. Okay, attention. 小猪加油！袜子。小猪，你袜子有加到分。是啊。哇，小猪，我能不玩了吗？再跟你讲一些道别的话。I show you, this is very easy. We do the first demonstration. 小猪 ，We want potato, one potato. 一些蔬菜。Potato, OK. 先从马铃薯开始。这个叫做 potato。吓死了，原来是马铃薯。土豆丝，土豆。Yes. This machine. It's amazing because work with all things.Yes. If you think machine cut, the machine cut. If you think don't cut, don't cut. I mean, come on this way, here. Okay. Put your hand here. Okay. 手在那里。And when I say one, two, three, everybody say cut, okay? Okay. 一二三，我们就说 one, two. 等一下，大姐，这未来砍的就是我的头。没事，因为这是土豆嘛，是吧？观众希望土豆看还是不看？看。好。来 ，OK， 看 ，One, two, three， 看 ，One, two, three， 看，哇，土豆看没了 ，Oh God， 我怎么心中一股凉意呀？那我问一下，大家希望小猪看还是不看？不看。有一个男生说看。是谁？这样，谁？Now the second demonstration. Now don't cut. Don't cut. Okay, we're going to cut. Yes. Everybody, need to think. 一二三 don't cut. 一二三 don't cut. Okay. Okay. Attention, you can hear. 一二一二三，大家一二三 don't cut. 不是也看了吗？还是看嘞。不管看不看，都看。What's wrong?他这个魔术很特别啊，不管人家说什么，所以今天就是确定是要灭了小猪吗 ？I know. Okay, what's wrong? I think they don't think as strong. 哦，没有想象，没有力量。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 ？We need think more strong, okay? And now let's go to do the third demonstration. Okay, 第三个示范。Okay, never. No mistake. Okay, here please. Attention.
The Saturday Demonstration Music Please Music Thank God没事儿，小猪现在要换。小猪服不服？服。小猪要不要换一个人？现在。如果服的话，就听从指挥，好吧？啊！不要！太残忍了！人要哭了！太残忍了！我们不就是做一个开心的节目，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对啊！不要了！而且小猪脖子太粗了。有点爬不住啊！一二三，不是。喂 ，We have something here。真的好没人。红萝卜。哦，还有两根红萝卜。两根红萝卜陪着一起，是不是？不用了，不用了。一二三。要切吗？大家？好害怕！那谁愿意替他？有没有人 ？OK，Let's go！ 啊，他说 Let's go！ 一二三，不要、啊！别切了 ，Let's go！ 切了。他虽然跳不起来， no, 但是 No！ 你重生了，嗯，唱个歌给我们听听看。菠萝菠萝蜜，没有，小猪，我没有想到，就是你经历了这么大的人生的生死关头，你出来的表演还是一样浮夸。好，我们再一起谢谢我们的魔术师，好不好？谢谢。小猪真的很棒，我们都给大家掌声好了。小猪厉害。其实呢，在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对。那么，其实我们给力新片，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会有我们的给力大作战。对。那与我们三个人同时，在斗争的时候，对，还有一群可爱美丽的给力美眉。那么今天呢，他们会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棚内和我们一起进行录制。虽然他们。这个主持给力新鲜这么久，对，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棚内，是的，哇，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环节，哎，要有请他们，对不对？对，有请我们的艾米带着我们这些来自世纪家园的单身女郎们，给我们带来一段特别的表演，有请，要不要看一下，好不好？Gentlemen, in the Lady Show!
先跟大家说一句，对不对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Ivy。所以艾米今天是第一次录，对，好难得，我们一直在说，终于来到演播厅了。所以说这一趴从来我就没有感觉这么男女比例不协调过。是，这次你看后面清一色的美女哦，欢迎大家，有空姐、护士，还有白领，还有我们的漂亮的模特们。我就想给单身的男士提个醒，对，这么多漂亮姑娘都在等着你们，你们要加油，对，加把劲儿啊！是，不如我们来先问一下，好吧？我们身边问一下，我先来问一下，先问一下这个护士团队啊，来，有请，您是内科、外科，还是急诊科、药科，还是儿科的？产房的。产房。哦，我是您接生的。没有。喂，别有别有你吗？每天就是迎接这样新生命，有没有觉得自己以后想找一个那个单身的男士，结成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也有一个新生命。对。嗯。别害羞，我想这是每个人都非常期盼的吧。哦，谢谢谢谢，那我们让我们的空姐团队出来，空姐团队，好不好？好高、哦，有请空姐，来，谢谢，哇，我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空姐。那你平时坐飞机，你平时坐货舱里坐的，我坐飞机都是行李箱的，行李箱的地方呀。每次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关系很好，就是我们每次换登机牌就会换在一起。每次我一坐下，我都会这样。小猪第一个问题就是，哎，那个啊，不，先问你，你今天吃饭吗？我待会看吧，如果睡着了我就不吃了。所以很多人以为我在关心，但其实我想说，他要睡了，你把他那份给我。不是，就是我吃完的那个碱刚好起来了，然后他说没关系，你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我还没吃完呢。对对对。所以人跳不起来是有原因的，是不是？那我问一下吧，那个你代替你们空姐行业说说你们有什么择偶标准？对他们到处飞来飞去，时间可能很不稳定。你们想要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空少是你们选择的范围吗？哦，不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工作经常到处飞，我们比较喜欢找工作稳定而且能理解我们。那可是你不稳定，你们不稳定啊，对。哦，我早就希望他能理解我们。我知道。哦，就是男人要痴痴的等他们，就是。是是是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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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白领代表。哦，嗨，你好，你是从事什么行业？我是从事公关行业的。公关。哦。对对对。也请问你这是什么行业？刚才出那个音乐嘛，音乐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我以为你是说，大家，请问你是火腿展示中心？我他很给力，很给力。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工作呢，主要就是和全国的各个媒体合作，就是很多的都是代表我们的公司保持一些媒体关系的合作。所以平时呢，可能工作比较忙，而且出差会比较多。其实说白了就是请宣部门，对对对，直接干脆。直白就说择偶标准，对，是择偶标准的话，我希望就是选你隔壁的，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女孩的话，可能会希望找一些比较成熟、稳重，还有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当然还要善良。哦，善良，你也挺善良的，对吧？哎，他的意思说他不说，怕人家不知道你善良。小猪就说小猪他可以，就是玩得很疯，但是人一夸他他就。傻了，就是你笑他没关系，你夸他的有人夸我，就夸你了，哎呀，傻了，Office lady， 办公室的小姐们，谢谢，我觉得美眉可以过来聊一下，聊一下吧，好，美眉的自我标准，来。每个人的择偶标准当然是不一样的，就我的话就是第一个肯定要有感觉，第二个一定要很善良，对。哦。OK。我比较喜欢高高的、瘦瘦的男生。比你矮的男生真难找。还有哪一位啊？一子择友宣言的啊。我的小猪已经符合了很多女性心目中的择偶标准，比如说小猪哥很幽默，然后张涵哥很有涵养，然后对魏晨哥很帅气。这边呢陈庆哥哥呢？没有，我们是这个哥哥副职辈的，你别讲了，到时候他说我背影挺迷人的。所以所有女性的喜欢的男性的优点都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了，对不对？好，怪不得这么多人单身呢。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结婚，所以那么多人单身，都指望着你就对了。结婚了还是一样有那么多人单身。好，最厉害的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个那个，现在不是25名女郎吗？对，他们要把这个有一个非常给力的红唇呢，贴在他们觉得很给力的男主持的身上。哇。这个其实他们给起来压力很大，男主持他们都有各自的歌迷支持啊。男主持有四个人吗？没有，四个人，三个，我是嘉宾，他是女主持。他俩可以算上吧，把他那个捧你衣服的场啊！我觉得一定要把我们给力大哥，大哥把给力大哥一定要跑不了了，没有啊，就是说女性喜欢的男性不一定真的去吗？干嘛呀？金星大哥，万一一票都输了，不是很坏，想让我在这边垫底，就是你，就是我身上到时候一个红唇都没有，他说哎，你这个给力老头，你在我们也不会就输得太惨嘛。哦哦，全部来垫底，好了，发红唇没关系，好。陪他们好了，就开始把你们手上的红唇贴在你心目中的人选身上，请开始。哇，你是中毒了对不对？你看他那个超级有行情啊。哎，好玩吗？现在有人眼睛都看不见了，妈妈有好多好多。哎呀，谢谢，我声音还不错呢。你也接我干吗？哎，你好像木乃伊啊！小心哦。八零哥，我跟你讲，你依旧是万千女性心中的最佳的那个男友标准。我的小名也叫万千。我的夏天呢非常的喜庆，嗯，然后呢大家都知道5月7号是我们范范的婚礼，是，然后呢哎呦，接下来范范会为我们带来一个节目，为我们大家去冲冲喜，好不好？好，等一下等一下，什么事发生了要冲喜啊？对呀，你看冲喜就是让我们沾沾喜气，沾沾喜气，大胆就好，好，听歌来。最重要的决定送给大家。谢谢。
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呼吸，就连吵架也很过瘾，不会冷冰，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给你的，太幸福了。这花是我代表广大的单身的女性们向您求的。哎呦，因为你现在是最幸福的女人，请你把这束代表幸运的花束是丢向下一位准新娘之吧。好，对 ，Ladies， 哇，看谁最幸运啊！希望每一个女孩都可以很幸福。幸福来了。差点摔一跤啊！差点脚踝都扭了。对，所以说你看，女生是多渴望得到幸福。对啊，现在有三个，你最喜欢谁？猪猪，猪猪，猪猪！哇，这个答案有价值，就把你心上了。猪猪，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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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问吧，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只有喜欢。大姐，我跟你说，喜欢这个东西完全都是感觉，没有理由，没需要为什么。你看，你看那个镜头里，哇，好般配啊，好对呀，好对呀，哇，哇，好了，就定了，就定了，恭喜恭喜二位，谁还结婚？啊，结婚，那你至少要跟这个准新娘拥抱一下，拥抱，拥抱，祝她永远幸福，好不好？我来说两句吧。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这个环节，是属于真的。这个因为范范的魅力不止在于结婚，哎，他的魅力在于音乐，还有我们的庾澄庆大哥也是，对，我也是，魅力不在于主持，在于音乐。音乐，但我们就是音乐最给力。魅力不止在于结婚，哎，他的魅力在于音乐，还有我们的庾澄庆大哥也是，对，我也是，魅力不在于主持，在于音乐，音乐，但我们就是音乐最给力。Hello， 大家好，那些花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一起来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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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想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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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开
起来。约会亲亲姑娘，不要改变形象，她最爱你那粗犷的男人模样。带我到断龙石还没有关闭的山洞去，在一步平安几时空穿梭途中，提醒你五百年前的那段姻缘。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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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重复这首语。Follow follow me, follow follow me, 带我去，带我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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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悲伤的结局。接受，猜想你的心思，凭运气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亲爱让时间不停转动，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是的，是，每一次到这个环节，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跟这个所有喜欢音乐、懂得音乐的好朋友一起享受这个 live。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更开心，因为我们音乐最给力的始祖站在这里。因为我也是就是知道有音乐的，是你啊？是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音乐是我的最爱嘛，真的是，我觉得没有哈林哥就没有音乐最给力。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音乐最给力的名字是哈林哥起的，而且我们的歌也是哈林哥写的。音乐最给力 ，Give Power 是哈林哥写的。我要给你，我要给你爱的力量，给力就让你闪闪发光。跟那么多音乐人合作，多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你们有没有什么？记忆最深的，因为我记忆当中最深刻的是蔡国庆老师。对，因为我们俩是出自一个学校的。然后呢，他学长学弟，对，他既会演戏、唱歌又好，而且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做人的前辈。我有看那一集耶，对，真的吗？保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有印象最深的，因为录了这么久的音乐最给力，朱明英老师给我印象最深刻。首先跟我是本家，都姓朱。其次是这个老师多才多艺，会各个国家的语言，会各个国家的歌曲，就让我觉得。我也会唱很多歌曲，我们应该要学习一下。还有一个，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我这个合作最过瘾的，就是黄小虎老师。哎呦，他还一直夸我，他一直夸我呢，因为夸你，夸你做印象深刻。我相信哈林哥每一期节目都有看，有。哈林哥最欣赏谁呢？有一位姓张的男生。谢谢谢谢。你未来有前途啊！对，我从来没听过你唱歌，你居然敢对自己爆高了，刚刚就是爆高了，我有吓一跳啊！很少听你唱的这么好，没有了，我是业余的了。干嘛？他心虚了，他开心了，对，他开心了。不是你这个张，不是你这个张，学友大哥也没有来过啊。不是，哦，跟我们现场没来过，跟我们现场有一位很熟的那位。哦啊。黑人是姓张的，原来姓李嘞，你乱改的。
他的歌声高亢，是是是，而且听说跟我们现场一位这个嘉宾很熟，是是，所以要知道他的事就问他。熟，而且不仅是熟，所以黑人最近在干嘛？张黑人是吧？对对对，谁就是我这样，其实都很熟了。张杰，张杰，对对对，我们这个应该算是新崛起的有实力的男歌手，是的，是是，对不对？既然张杰没来，对，娜姐来了，不如我们两个合作一下。你好，我跟你说，我今天为什么会，太有实力了，我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因为我听到说就是有我同样就是爱好音乐的一个朋友，就是一阵金大哥，来到这里，黑人是吧？真的，他还爱好，就是你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当时还小，但是。所以呢，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有一天，等我长大了，有一天一定要跟就是于胜俊老师站在同样一个舞台上唱他的成名曲。感觉他比你们讨人厌还多，有没有？怎么酸的我有全身发抖啊！我只是讲一点，就是是吧？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合唱？我想起了，你唱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还真唱过，他有看《给力星期天》，真的啊！你是看《给力星期天》对吧？你唱过，唱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小，我怎么那么快就长大了？所以我们今天选一首你很熟的歌，好，让你唱出性感，让大家目不转睛的一面。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平常大家听我唱儿歌听得太多了，然后或者是一些抒情歌曲，我今天想给大家就是展示我音乐上的一些才华，就像比如说倔，哦，烂掉，烂掉，哦，我知道，听了就会撅死，是吧？我很想让大家看到我音乐上会撅过去啊，撅死啊，一定很精彩的。好，来选一首你会的歌，熟的。熟的歌，那就选一首你熟的，叫做《没来没来我》。脾气很犟啊！今天不选自己熟的，没来没来我爱你，大家都很熟，大家都很熟，老少咸宜。哎，像这种爵士蓝调很难唱的。对啊，我想很有味道。其实爵士蓝调对我来说还不算什么，我想在这里面加上一些我擅长的说唱。rap 是吗？ Jazz rap 吗？啊，没关系，说唱，他说了就算了啊。对，你说什么都可以。那菠萝蜜也算说唱吗？那个根本就是，那就是在唱啊，没有说呀。哎，娜姐，这个麦克风架要调到啊，稍微有点矮，不要按于老师的。我你调。就这样，你因为这样唱，你腿岔开唱。这样唱就只能这样。哎呦，那太棒了。哈林哥，哎，我觉得这首歌的铺垫太长了。没关系，播出的时候会剪掉。矮了一点，可以了哈。请我们娜姐和哈林哥为我们带来《梅兰梅兰我爱你》。J and Rap。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蜜，你像梅花的年年绿。我怎么听着好害羞啊。看到了梅想到你，牛姐。才找到调，
Let's rock and roll. One, two, one, two, three, go. Wow, 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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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你像个老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连连绿，我看到你了我就想到你。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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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连连绿。很非常完美的合作啊！我是想给巴掌，好特别，好特别的一个合作，哇，哎，真的好特别。原来他的说唱不是国外的 rap， 是咱们永远老祖宗的梅兰，我爱你，你像那兰花在招人迷。我觉得最后一句特别需要有韵味，就是看到了梅兰就行。京剧的天，我们这组结束了，该哪一组上场了？那我觉得我是哈林哥的，算是得意门生了吗？说没错，因为你超越我了，超越我。因为其他两个太不得意。哎，你什么意思啊？哎，怎么着？今天最后一场怎么着？有学到我的真传。相比之下，恭喜你出师了，出师了。然后，所以我想就是邀请我们现在特别幸福的范范姐。对，他这个会是，因为魏晨呐，他这个以唱歌为主，他如果跟娜姐，他，你的功力太深厚了，他招架不了。觉得我今天遇到你算是遇上对手了。我也觉得，哎，你个大对手啊，来，范范上。有这个荣幸跟你合唱一曲吗？有，因为其实2007年的时候就有跟范范姐一起唱过一首她的非常好听的歌，叫《启程》。啊，真的。对对对，范范姐说有吗？我不记得。有，好像有，因为那天真的有吗？她有跟我相认，然后我记得很感动，没想到她现在这么出色。其实魏晨他在之前你不要懂，跟谢娜跟你一起唱歌，他很紧张。真的吗？对，因为他特别喜欢你。哎呦，真的，因为唱不是娜姐说唱歌有什么好紧张的？唱歌有什么好紧张的呢？就是因为玩吗？因为跟自己的，因为跟自己喜欢的歌手唱歌，所以就会有一点点紧张。而且又是那个哈林哥又出招，对，对不对？都要被改成那个特别的感觉，来一点不同感觉的，大家熟悉的歌。好，我出题啊。对啊。男女对唱要唱什么歌？来，你点歌。菠萝菠萝蜜。不是男女对唱。男女对唱。就是男女爱吃的水果。男女对唱有什么经典曲？千夫的爱。千夫的爱。会不会唱？不会唱。哎，第一句怎么唱？第一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哈林哥，你记不记得在音乐最给力的时候，有一个人唱过这首歌？张姓男歌手，对的，不用看了，就是张杰嘛。你含蓄点。我想到一首歌，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广岛之恋》。哦，台本上写。最好。广岛之恋我会，我想台本上写了，你们也。就怕台本上写了还不会，糟糕了。会唱啊，所以哈林哥今天要为难我们。对啊。广岛之恋呢？其实我们之前那个广岛之恋啊，比较哀怨一点。对，我们今天范范姐很幸福，所以不能。我们来点轻松、舒服、开朗的。好。这个好吧。哎，不，这什么？爵士。你再讲。对 ，Bossa Nova。Bossa Nova。让人最放松的音乐形态。好，好吧。好。来 ，Bossa Nova 版的《广岛之恋》。就该拒绝我。
进去，享受幸福的错觉，误解了快乐的意义。传说难勇敢，说喜欢离别，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痛是否就流走，还说再见。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愿被你抛弃，就算了解分离，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不够时间好好来等你，终于明白很难不容易，爱很小事情，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爱过你，我爱过你，很多人爱过你，谢谢，好听，好不好？这个感觉对了，有考到，只是结局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有人在我旁边有唱。爱过你。没有，我进入了你们那种很浪漫的情景，所以就是跟着忍不住哼唱起来，哼唱一下。但我由于心里面也有很大的嫉妒啦，会吗？就是觉得说他们唱的时候为什么放这种烟？我干冰，这叫干冰，大姐。我都管它叫烟。为什么你表演没有？对呀、啊，对不对？我就没来没来，我爱你很适合。对呀，我觉得那个烟应该整个起来把我们两个都盖住，然后羞于见人的，而且就是所有的浓烟中听到梅兰，我爱你，只听声音不见人，这多好啊！而且真的，我就是跟范范姐唱歌，会被她那种幸福的表情所感染。哎呦，所以我刚才会唱的那么幸福。刚刚那个歌是她自己写的。真的是不是广岛之恋？不是啊，讲错了吓我一大跳。哎，我考考你们，我是说他写出来为什么那么好的歌要给默默哭一场。他已经被梅兰我爱你搞晕了。我跟你讲，刚那个烟呢太浓了。烟是吧？对，头都搞昏了。我是意思说他自己也会作曲，是、对不对？所以呢，可是我们写歌的人呢、就有时候不太喜欢看到人家有一些抄袭的嫌疑。哦，对，是为什么这样？好像你觉得我不是在讲你？对啊，我就是在说你。我怎么说啊？他最有名的那首歌叫什么？黑白配，黑白配，根本就是外国歌啊！怎么说？哪有？为什么？我是很原创的，没有、原什么创啊？我真的在钢琴前面，因为我也当下看到他在钢琴前面弹的。对啊，你不要逼我动手啊！我告诉你，怎么说我没有抄袭、啊？这根本就是一首英文歌，哪一首啊？怎么可能？而且还是大家都很熟悉 Michael Jackson 的歌。黑白配，英文名字就叫 Black or White。哦，你说名字抄袭啊？不是名字，根本就是同一首歌啊。哪有？哎，这音乐都通的，完全不通。你不相信啊？不相信。来，你到那。你不相信啊？不相信。你到那儿，我到这儿。你前面唱一下，你前面唱一下哈。哎，我到哪里啊？你去喷烟去。好，你不是喜欢烟吗？我先唱我。你先唱你的版本。好，然后再。抒情的。Okay, 好，老师来给一个钢琴。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白天他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这是原版的，对不对？来 ，Michael， hit it。太阳晒得我眼睛睁得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快活起来。下雨下的我眼神发呆，你的道歉。着我都快要笑出来。谁说不能黑白配？
其实这件事只是证明我一个硬掰的能力。就是硬把两首歌凑在一起，杨澜在硬掰，但是我觉得我让我感到一个感觉，就是音乐真的是相通的。这两个真的，那你讲到相通，为什么要笑出来？真的是相通的。因为我当下我就想起了，就是我的热情，反正包括是年唱的吗？成名的，我就觉得他跟菠萝菠萝蜜也是相通的啊。你试试看，你唱一句那个我的热情，反正包括要整段就往下讲啊，这一句。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菠萝菠萝蜜，菠萝菠萝蜜，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会暖着我，它也会把我的把爱给你我。好厉害哦，我觉得音乐感我们是通的。对，是通的，我连马桶都通了，眼球在那边接触，不要掉下来。是呀，哈林哥，哎，我觉得刚刚唱的这首歌很好听，黑白配，对对对 ，Michael 版，对 ，Michael 版的，对啊，抒情的东西有时候带一点激情给，而且有的时候自己写的歌往往能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且所有的 fans 都知道，哈林哥也是经常自己写歌，写出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是的，对，所以其实呢，所以今天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又来，我和魏晨，我和魏晨我们两个。就特别迷恋你的一首歌，是，而且知大家知道吗？就今天这个乐队老师也是哈林哥的这个常用的乐队，对对对对，合作很多次，他们有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事情？他们常常乱弹，他说弹的不太好，我也不敢开除他们。但是今天他们真的背着你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想给你一个 surprise。他感觉不妙，这个叫惊吓，这不叫 surprise 啊！好。就听一下这首神秘歌曲。世界如此宽，谁的总是让我无法坦白，闭上眼睛总有一些面孔，一些片段浮在心上，寂寞也如此宽，此忙忙的你和我都失去了判断，赢了所有失去最初的梦，最爱的人最好时光，一切不能重来，来也送给所有的人，靠近你在今晚，感受彼此心中温暖，能不能靠近我就在今晚，不要再让彼此遗憾，最后的音留给小猪，在今晚。回来了，哎呦，谢谢你跟娜姐一样，哎，我硬往里加，组一个团，怎么会一样呢？那娜姐说一下最后一句应该怎么结束，今晚应该怎么唱，你们到最后一句，不要再让彼此遗憾，再见。这个你们两个适合二人转，你们两个人太坏了，我真的是硬往里加，感谢好了好了，感谢两位，真的很喜欢，谢谢阿林哥，其实这个诚意十足了。第一集啊，看到几个小朋友，哇，心里其实压力很大，可是呢，这一路下来看到他们的成长，有很多收获，是，可心里面好像。其实我觉得心里边会有一些空空的。对对对。今天我们唱了这么多优美好听的歌曲，但是每当最开心的时候呢，我们三个都会想起我们最好的那一位兄弟。所以呢，我相信今天在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会像我们一样，很希望听到他的歌声，对吗？今天节目组为我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我希望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样让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喂，浩明。你知道吗，我心里舍不得，却又无可奈何，你说着那段爱的承诺那么多，朋友围绕着我，心却变得更加寂寞。你知道吗，我伪装的冷漠，只想你别难过，窗外又下雨了。哇，你们的好兄弟，好想你。娜娜姐哭了啦。哇，娜娜姐，其实啊，外表很爱开玩笑，是内心很柔软。其实娜姐很感性。我应该这个先这个跟浩明打个招呼哈。浩明你好，哈林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在这个选秀曾经见过一面，对，我们一起唱过歌，对对对对对。难以忘记初次见你，嘿。一双迷人的眼睛，没错。可是就有一点可惜啊，因为本来这个节目四个人就是四个人，对，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的。可是大家知道这个他没有办法出现，对我们来讲，或者对所有看电视的来讲，都是一个遗憾。因为我们比较了解浩明，因为浩明是一个非常坚强和乐观的这样一个男生，我相信他不喜欢这种比较伤感的感觉，有没有浩明？当然呢、啊、是不是？对啊，哎，我开你一句玩笑、啊、他做了这个男子汉的事，应该大家都应该给他掌声鼓励啊，是，对不对？掌声。对，我觉得真的陈爷们，不管这个老天爷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欣然的去接受去面对，所以这只是可能老天给我的一份礼物而已，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我很好。现在都有话想要跟他讲。娜姐，娜姐，我是娜姐。娜姐啊，我想跟你说，你那个你妈妈生日那天你发的那个照片真的很帅，然后我们大家都很想你。啊，我想这是我之前的样子，可能之后我出来会更帅。啊，必须的。没错，一定会更帅。浩明快点回来，浩明快点回来。谢谢谢谢。我是范范，浩明你好。范范老师你好。你好，虽然那个没有见过你，但是我知道你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对，但是你在微博上面也转过我的这个，也给我留言过。对，我觉得你是这个时代的真英雄，我从心里面向你致敬，希望你早点康复，回到我们身边。啊，加油。没错，那我们在这边啊，我想，包括我还有很多 Selina 的歌迷，是也要向浩明致敬，是啊，因为你的英勇，让 Selina 的状况降低了很多严重的程度，是谢谢于浩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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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三位，浩明，哎，我是魏晨，哈哈，你知道吗？你不来，本来我们就是四个人分好的台本，你害得我们说了很多台词。OK OK， 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你唱这首歌，因为我知道你就是记歌词很差劲吗？对。刚这首歌你有拿歌词唱吗？说老实话。当然没有啊。很棒，好，希望你赶快回到我们舞台上，跟我们一起，好不好？对。浩明，你现在有没有长胖一点呢？我。对啊。我会胖一点啊，但是我估计还是会比老朱瘦一些。哎。浩明，我瘦了。没有，我瘦了。其实说实话，看到浩明现在这么乐观，就非常开心。其实我想对浩明说，因为我在人生当中也经历过很大的挫折，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是男人，经历挫折以后，迎接我们的就是光明，好不好？对，我们都是爷们，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纯爷们。对，太给力。所以你就是给力小子，帮助赶快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好不好？OK， 好，这边这首歌曲哈，我想送给于浩明最恰当不过，不只是我们包括所有的朋友都要把力量全部送给于浩明，这首歌曲送给你，谢谢。我要给你，我要给你爱的力量，
闪发光。俞灏明，所有的力量送给你，加油！我要给你，我要给你爱的力量，你就会闪闪发光。我要给你，我要给你新的力量。谢谢谢谢，希望你早日康复回来。浩明加油。 okay, okay, 好的，这一段呢应该是我们这一集里面啊比较感性的一个部分。很感性。不过其实说老实话，对于你们来讲这三个月来应该有很多的感触，从一开始要接到这个工作，然后上台，一直到现在每个人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应该你们自己有很多感受吧。是啊，真的，其实你们的感受用画面可以形容。真的吗？制作单位非常贴心，我们准备了给力小子辛苦的过程。我是魏晨，他们说我唱歌跳舞无所不帅。我是全能的魏嬷嬷，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我的帅里还有一点点幽默。哇，揭秘人体穴妙奥图，英文名叫兔图，大家也可以叫他三根的图。我是舒子香，所有人一见我都笑。你们两个要斗。让我想起我在德国的妈妈。只要你们开心，我愿意做一个幽默帅气的给力小子。我是江海，作为一个演员，今天我要出演的剧叫做《给力星期天》。张翰站在舞台上，就等于叫他罚站。师傅，师傅，我的新角色，你们满意吗？感触良多啊！刚刚这给力小子的一生的起头，哦，已经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我觉得刚刚开始呢，啊，我觉得我这一生，其实，在给力星期天，其实是最闪耀的一部分。我感悟了很多，就是朋友间的感情啊，然后包括怎么和工作人员相处啊，还有和嘉宾怎么去扮演好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责任，和这个角色，我觉得给我了。其实很大的一个鼓舞吧，我觉得这几期节目下来，让我觉得我成长了，我也变得更加成熟了。哇，感想、感动、感触啊！来，用什么说说吧。我觉得给力星期天真的给了我们三个人很多很多，从最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站在台上只会看哈林哥怎么往下顺这个流程，到后来，所以我不在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好的成长机会。到后来我们慢慢懂得要怎么样跟嘉宾互动，然后遇到不太好搞的嘉宾要怎么样让他很开心的上这个，这是心里话哈，让他们怎么开心的上这个节目。然后其实最想要感谢的就是导演组这些
这个哥哥姐姐们嘛，然后因为平时觉得他们真的实在太烦了，其实每天要起早不说，要录得很晚，然后每天会督促你看台本，对台本要对十遍八遍，但是我觉得从这些繁就是繁琐的工作中，周而复始的工作中，我们其实有锻炼到学到很多主持方面需要学到的东西。其实你们辛苦，台下这些工作人员更辛苦，更辛苦。辛苦辛苦，不过他们的辛苦是有代价的，因为你们成长。说到主持《给力星期天》，我的感触应该最深，因为在我们三个人里边，应该是我是最不会表达、最不爱说话。基本上曾经上过一些综艺节目啊，基本上都不会说话，说几句话的。我觉得这个节目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真正的去认识我自己，真正的去认识，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不是退缩，而是接受。只有你接受了，才能够去解决这个困难。然后我相信，只要大家想做好的事情，你的潜力是无极限。我来说一句话，说真的，这节目从第一集前面的两三集我的参与，然后到最后一集，虽然中间我没有跟你们一起度过很多星期天，可是我在屏幕上看到你们的成长是很明显的，从一开始接话都有问题，到现在你们已经可以控制全场，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也非常残忍，你也在这个台上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可是我想，不只是我，还有所有的朋友都看到你们，你们三个给力小子做到了，恭喜你们！谢谢。来来。对。哎，我也会讲。对于他们来讲，我们三个其实算前辈了哈。对，范范也算。其实我要讲一件事，就是我第一次主持节目，其实也是跟哈林哥哎。哦。所以跟你们三个的那个感觉一样，我觉得就是。真的有前辈这样子带，然后后面就是靠自己的实力，那我觉得今天对啊很荣幸可以上你们节目，然后希望你们三个继续加油，未来还有更宽广的天空去追求。谢谢，加油。马栏山的坡姐，哎呀，这个就是很多很多表扬的词，我就是懒得说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而且我们私底下也都很好。刚刚开始做第一期还是什么时候，我就还专门拉着那个张翰有私底下问，因为我其实还是很担心，当演员开始做主持的时候，会有很多就是不舒服和不适应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适应的特别快。我从另外一个渠道知道，就像马浩导演他们一直就说，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让这三个小孩去扛住他，然后让他们进步。我觉得很棒。扛住了。好了，我们的祝福已经送给他们了。未来的路他们还是要自己走。是，来，三位给力小子，给力星期天的主持人，帮我们这一季来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吧。首先要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还有在电视机前观看我们给力星期天、支持我们给力小子的所有的人，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也想要对所有喜欢给力星期天、支持给力星期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大家对我们给力小子的包容，谢谢。最后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所有的批评我们都欣然的接受并努力的改正，在第二季的时候会一个完美的蜕变展现给你们，给力。所以说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给力星期天第二季 Part 2。每个星期天愿意去给你，每一个人都会有个回忆，你是你自己的证明，你可以证明。每个星期天愿意去给你，每一天都能想要为自己带来点奇迹，看不到的转机。人是像是选择题，你选择吞下情绪的垃圾，还像是打游戏，每一个 KO 所有的难题。就算天黑有什么关系，一起等流星雨再来临，
去，闪亮的夜晚在你一边。